哎呀，这两天心情还是有点缓不过来，然后决定打包好行李，找中国同胞，然后去那里玩两天，刚好也有一个河南老乡在那边，去混点饭，去聊聊天，调节一下心情，再回来。看我这边给他带着带鱼、墨鱼，然后打包了一点衣服什么的，准备出发。你帮我拍好看点。好的，今天回娘家了是吧？对，今天回娘家了，没错，还有西好瓜，吃的。好吃的。哎呀，感觉突然一下子幸福了，我这从良什么？我的抑郁症也被治好了，真是老乡。哇，今天有口福啊，大厨开始做饭了。哎，看我们俩享福哈、啊，在这儿吃着喝着，然后让人家劳作着。这就是咱们中国的那个传统美食嘛，嗯，男人做饭，女人做圆儿。有点于心不忍。那天我听他们说，伊朗的话好像是女的干活，男的坐着玩，是不是？男的主要是伊朗是男主外女主内，但是说像男的会在国。外边把那个水果呀、啊、什么的买好，一星期的蔬菜买好，然后帮老婆洗洗，放冰箱里边。但是说他不做饭，但是他伊朗人的早饭也不用做呀，有饭吗？那就整俩饼吃，蛋白煮点茶什么的，然后吃完女的继续睡，男的去工作，然后是晚上做一顿饭，嗯，就是干干家务，打扫一下。上楼集合，走，去串门串门去。没开门。还要什么？用换鞋吗？不用。不用。要是在屋里热的受不了，要不然也不换鞋。好。说什么？去楼我也上。没办法，换鞋。听说是伊朗人住，房东在这儿住。三层、四层的都是房东，二层也是房东。可以。哇，这味儿怎么样？哎呀，这个味儿好，太正宗了！来，我说了，我都来了伊朗一年多了，都没有这么瘦过。你这是在争个啥呀？馒头吗？哇，还有馒头可以吃啊！是猪大肠吗？还是？我肯定是猪大肠。我去去去，快点！爽！我今天就吃这个大肠了。馒头！别给我发网上去啊！啊！抖音什么？别给我发上去啊！为什么？因为我给你打马赛克。哇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馒头啊！哎呀，这个是我的最爱，而且他的手艺还可好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有口福了是吧？我给小静说了，我说我们这儿有两个厨师，一点都没在夸张啊。啊，今天有口福啊！你是从迪拜弄的？对。你咋不多买点儿？我给你找人给你运过来，海运过来。我刚就要说这个事儿。来，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好东西呀、啊？不能撒手的东西呀、啊！有认识的吗？没人认识。啥毛病？这个就不用，这个不好看的。看这个，美女辛苦了，我刷了一天锅了。楼上刷完，楼下刷，太不容易了。我感觉我有点心虚呀，有愧呀、啊。主要你没手套吧？明天给你买一副手套。那可以，明天买副手套，一起干吧。手套真不能少，手套没有手套，它这水也不差。嗯，啊，这个是吃火锅的，不是鸳鸯锅，我还以为是鸳鸯锅。这个电磁炉多少钱呢？500块钱人民币。嗯，真不便宜啊。咋
在国内200块钱。嗯，稍微有时候打折100多都能买。对，这小米的那个这儿呢，哈，零食呢，好贵啊。而且全德黑兰，我们在找就这一台，人家还是样品，少一分钱都不卖。不过他们俩主要是没气儿，没气儿多。对，人家没有。人家不吃火锅。就给人家便宜点吧，人家不卖。他这一个他也卖真贵。太贵了，我们说要不过人家就没有。这是3年以来第一次离开女儿过夜，不过今天心情真的好开心。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！我要睡觉，晚安。